雪狼特战队已全部就位，等待目标出现。 前面路口左转，，十分危险，听我命令。是。 指挥长，目标的行动路线改变，他们打算从洞四五号入境。撤掉洞四五号的哨兵，让他们入境。是。指挥部通报，目标改变了行驶路线，打算从洞四五号入境。够狡猾的！所有队员注意，跟我赶赴洞四五号入境处。洞四五号入境口地势复杂，与此处有山相隔，恐怕要绕道行驶。放弃车辆，徒步穿越山地。 指挥长，雪狼特战队打算徒步穿越山地，但是预计到达的时间依然会晚于目标。命令神鹰特战队前往洞四五号处拦截恐怖分子车辆，抓捕山猫。是。请求战区实施空中打击。命令神鹰特战队赶往洞四五号入境处拦截车辆，抓捕山猫。收到。 请指挥长和支队长放心，我们神鹰特战队保证完成拦截车辆、抓捕山猫。收到，请指挥长和支队长放心，我们神鹰特战队来完成。明白，明白。距离目标3公里，准备行动。 局方，立即行动！怎么，紧张了？嗯，没有，困了，烟瘾犯了。
我刚研发出来一个新的电脑编程程序，就算对方手机关机或者把电池拔出来，我们同样可以通过内部网络将其定位。 呼叫陆制队，收到请回的。长天，立正！指挥长同志，神鹰特战队集合完毕，请指示。请上机。 从今日起，李剑锋同志担任神鹰反恐特战队队长，纳敏同志任副队长。指挥长，山猫的口供查实了吗？确认属实。好。 立即通知他们国家内务部。是。Attack！ Director Allen, you've been surrounded. Put down your weapons and surrender with your hands above your head. 3 hours ago. According to the intelligence, Director Allen, terrorist forces have now secretly colluded with the Black Day organization, as well as some of my own task forces. This is a source of shame for us in the Department of the Interior, but it also greatly strengthens my determination and resolve. I've heard that due to Abe's strong anti-terrorism measures, his support for the presidential election is up over 61%.
However, I'm afraid that your approval rating has fallen beyond expectation. What's your plan? As for my plan, Mr. Galt, you and the Black Day organization have to have a clear idea of what to do than me. Very soon, he's going to sign the joint anti-terrorism agreement in China. So, have him killed within Chinese territory. Cheers to that. <笑>老总，你放心，交给太子哥我办的事，绝对没问题。 把东西都抬上车。 Miss Gold. Oh. We were already entered the country. Okay. Got it. 报告。老总，你放心。林主任，有情况。交给太子哥我办的事，绝对没问题。 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格尔特准备在我国境内刺杀阿巴斯，已经派出手下金刚等人入境，打算和境内的军火走私商太子进行军火交易。反恐特战队的首要任务是？这次行动由支队长亲自指挥，我的任务就是尽力配合你完成任务，还有与妖洞妖的情报联络。你的任务就是潜伏到太子身边，摸清黑日组织交易军火的地点。这个太子我也接触过。 他是我们这儿出了名的这个仿真枪走私犯，我接近他没问题。请，太子哥，哈哈，杨灿，杨大少，哎呀，好啊。 找你还真不容易啊！不容易你都找到了，啊，找我有事啊？哎，酒倒上。今天这么大排场，人生在世就是图个快乐，来，干！来，嘿嘿，什么事儿啊？没外人，哎，给你送了份大礼。 走，里边说去。嗯，说吧，想做什么生意？那当然还是太子哥最熟悉的生意了。我帮朋友一忙。 他想要一批货，自己玩玩，钱就在这儿。关键是看太子哥你有没有货。<笑>我记得刚认识你的时候，你说只喜欢研究仿真枪，不参与。怎么现在又兴趣了？<笑>不对劲儿啊！<笑>这人呐，他就是犯贱。你看我嘴上说我不参与吧，其实我心里边，我挠的我真心痒痒。哎，再说钱啊，它是个好东西啊。 太子哥，你说的没错，钱是好东西，人会犯贱。哎，说说，你那朋友叫什么？为什么要买仿真枪？哎，他也就是自己研究收藏，我也没多问。你说我就是一个负责中间采购的。怎么，太子哥，你不相信我啊？你这让我怎么相信你？真的，太子哥。
你不信，你真的可以随便去查啊！不用查了，这单生意我不做。宋哥，请吧。不是，太子哥，我朋友，他可是愿意出3倍的价钱买你的。不做。 哎，太子哥，这单生意我必须得做成了。你说我都来了，要不然我没法跟我朋友交代啊。你说你要我怎么做，你能相信我？必须做，必须做。让我相信你可以。留下一根手指头，这指头不错。 什么了？啊，就这点本事，让我怎么相信你呀？滚！干什么呢？快点！赶紧切呀！快点的，别磨蹭！快切！大男人就别磨蹭，赶紧切！快点，快点，赶紧切！还是爷们吗？快点，磨什么呢？谁爱切谁切！太子哥，跟你做单买卖要我一根手指头，放哪儿去也没这规矩吧？ 我诚心诚意来的，你要没这份诚意，再见。哎，快点，等等，有点意思。报告指挥长，收到天眼的确认信号。 等等，有事儿啊？当然有事儿，我女朋友刚才看了你一眼，老子心里不爽。认错人了。等等，老子招你走了吗？哥，咱喝酒去。我还没找你呢，刚才看在前面两眼，你以为我不知道？滚！出门在外行个方便行不行？方便你大爷！这。 行动的时候，绝对不可以让别人察觉到你是受过特殊训练的军人。哎，别打了！别打了！我错了啊！
久不见，什么情况？我去，连我的人也敢欺负啊！原来是太子哥的人呢。那我今天就给太子哥一个面子啊！走走走走走，让开让开让开！嘿嘿嘿，我招谁惹谁了我？行了行了，别跟他们一般见识，办正事要紧，完了再找狗日的算账。赶快去放水，别给憋炸了。没事吧？没事儿，不能白训练啊。晚上9点，东港码头1号集装箱。知道了。别害怕，做生意嘛，大风险，大利润。多谢太子哥提拔。下车。太子，老总的货呢？先拿钱。钱在这儿，先看货。准备战斗。你要干什么？你被他骗了。早在几个月之前，他就加入了反恐特战队。什么？我们现在已经被特战队包围了。还有，我箱子里的钱和你箱子里的枪都是假的。是不是老总安排的？你一直在被老总利用。给我冲出去！晚了，包括你。李队，我们上当了，他们交易的军火都是假的。就在刚才交火的时候，我们的人已经拿到了真正的军火。醒醒吧，我会让你和你的同伙很快见面的。这些都是最先进的武器，钱呢？合作愉快，请转告老总，格尔特先生非常感谢他的帮助。大家都是一个目的吧。报告101，行动结束，军火已被全部缴获。指挥长，一切都在我们的预料之中。黑日组织通过金刚和太子进行假军火的交易，就是为了扰乱我们的视线，然后再通过另一组恐怖分子进行真军火的交易。但是目前，这些恐怖分子已经被全部歼灭，所有的军火已经被我们缴获。以你的经验，黑日组织会不会有新的动作？以我在黑日组织潜伏的经验，
格尔特可不是一个轻易放弃的人，我相信他一定会有动作。林主任，到。严密注意最近入境的所有可疑分子。是。等一下，把这个人的给我放大。厉队长认识。进入国际刑警犯罪系统，进行面部识别扫描。此神，国际上有名的杀手，之前主要活动在东欧一带，从未来过中国。果然是他。此身国际杀手，据我们掌握的情况来看，他这次来到中国的目的是接受黑日组织的雇佣，刺杀阿巴斯。简峰，我想听听你的看法。阿巴斯到中国以后一直会有贴身的保镖进行护卫，所以呢，此身是没有机会刺杀阿巴斯的，唯一的刺杀机会就是3天以后在博览会上阿巴斯的公开演讲。从现在开始到博览会结束，你们神鹰反恐特战队一定要确保阿巴斯大使的安全，务必在杀手行动前除掉他。是，保证完成任务。南明、杨灿、赵小波，等，你们带人去看一看杀手可能藏匿的位置。是。距离阿巴斯公开演讲还有24小时，简峰，到。说一下你认为杀手应该出现的位置。是。指挥长，通过我们的勘察，阿巴斯演讲的位置正好是面对广场的东南面，凶手使用的狙击步枪，我们可以假设，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巴雷特 XM109，而这款狙击步枪最远的有效射程是1900米，所以我认为在阿巴斯演讲的斜对面，华福百货公司，还有它的东北角以及东南角的建豪企业大厦，还有西南角的智慧科技大厦，都有可能是杀手选择的狙击点。命令特战队严防死守这三个位置，同时安排狙击手盯死这里。是。指挥长，我和厉队有不同意见。杨灿，让他说。
刺身这个人我调查过他的背景，曾在东欧执行过多次暗杀任务，无一失手，说明这个人狡猾异常，应该是不按常人逻辑来完成任务的。你的意思是，杀手已经猜测到我们的布控位置，所以会选择其他方式行动？很有可能。过来说。根据刚才利队的介绍，我认为勃兰特酒店会是刺身出现的狙击点。好，这个地方我之所以没有提到，是因为这个地方是我们的指挥点，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即便是杀手进去了，我想他也很难脱身。如果他根本没想脱身呢？先生，您的外卖。哦，不用找了，谢谢。Mr. Gert, is anything else? This time, I'll pay you 10 times your salary. Understand? I understand. Don't worry. I don't plan to leave China alive. Yang Chan. 大警官。狙击手在瞄准的时候，最重要的不是心境，那是什么？心动。狙击手在执行任务的时候，目标不可能等着你去射击，目标是移动的，而你的心要随着目标的移动而动。如果枪的射程不够怎么办？那就需要抵近。如果没办法抵近，就没别的办法了吗？那就需要精准的计算风向、风速、湿度、低压，然后利用抛物线延长射程。但是最关键的是要做到心中有数。有人做到过吗？在特战队的作战当中，有两个人做到过。谁？指挥长常建安，还有支队长陆长风。呼叫狙击小组，汇报你们的情况。闪电已到位，射手已就位，天眼已到达指定方位，飓风就位，提高警惕，保持警戒。直升机行动，监视所有死角。
你好，师傅，我问一下，咱们这洗手间在哪儿？出门左转就是了。好了好了，谢谢你，师傅。不客气不客气。哎，等一下，哦，这是什么？这是客人点的餐。行了，过去吧。哎，进来了，哦，先生，您点的烤鸭好了。我没要烤鸭啊。不会的，单子上是这么写的。你是不是搞错了？啊，不会的，不会的，您看一看。嘉玲，嘉玲，别叫，否则我杀了你。走。老老实实的，我就不会杀。Albus, welcome. Please, please. 阿巴斯已经上台，他马上准备演讲。狙击小组，汇报你们的情况。闪电没有发现目标。射手没有发现目标。飓风没有发现目标。天眼，听到请回答。天眼正在搜索目标。没有时间了，地面小组执行 B 计划。Good day, ladies and gentlemen. My name is Abbas, and this is my third time to visit China. I'm very happy to be in this beautiful country. It's my honor to attend the World Horticultural Expo, this time in China. 还是没有发现目标。射手还是没有发现目标。天眼已经锁定目标，位于布兰特9.506房间，狙击距离1200米。雪狼，雪狼，目标出现在布兰特9.506房间，立即行动。铁军，来不及了！天眼，天眼，立即击毙目标！立即击毙目标！如果枪的射程不够怎么办？那就需要抵近。如果没法抵近，那就没有别的办法了。那就需要精准的计算风向、风速、湿度、低压，然后利用抛物线延长射程。但最关键的是要做到心中有数。
雪狼呼叫总部，雪狼呼叫总部，目标已被击毙。总部收到。Oh, thank you so much.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children. Thank you very much. They're absolutely lovely. 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 very much, sir. So, Galt, this is your plan? Mr. Andrew, I think we still have chances. How? How do we still have a chance? If you can make sure Abbas takes a civil plane on his return instead of a private jet.We can hijack the plane, and we can have him and the passengers as hostage. I think hijacking in China will be more effective than an assassination. According to the intelligence from the anti-terrorism department in China, Abbas encountered many.Premeditated and coordinated assassination attempts during his World Expo stay. So, this, according to my opinion, Abbas's strong anti-terrorism action is not very successful. On the contrary, it has led to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terrorist organization being irritated. What I should do is bring peace to our own nation. Abbas's tough stance is an advantage and a disadvantage at the same time.Andrew's speech will definitely change his mind into coming back by civil airplane instead of his special one. Firefox, everything ready? Yes, he's ready. Cheers. They will face the danger of being attacked by terrorists at any time because they don't have such effective protection. Mr. Abbas, please think twice.Carl, do you think I have a choice? I only use practical actions to counter the statements made by Andrew. Otherwise, how else can I convince my own country and people that I mean business? I must ensure your safety, then. That's my priority. Get me China's anti-terrorism department. 这是阿巴斯乘坐班机的内部结构图。这个。是所有乘坐这趟班机的旅客名单。根据我们调查核实，上面没有恐怖分子。但是防患于未然，经研究决定，特战队员纳米杨灿以乘客身份登机，确保大使的安全。简峰，你负责地面行动指挥。周科长，特战队员为什么不能直接登机呢？因为涉及到外交政策，现在申请时间来不及。那就多派几个人也不行，万一旅客之中有恐怖分子，他们也拿到了乘客名单，突然换了一批乘客，势必引起他们的怀疑，所以我们要暗中保护，直接消灭潜在的危机。是。Please.你没事吧？对不起，对不起啊。哦。行，挺帅，挺漂亮。这次保护阿巴斯的任务异常的艰巨，一定要注意安全。是。检查一下通讯装置吧。怎么样？正常。好。行动。Sir, this is your tea. Thank you. Excuse me, I'll go ahead. Thank you.小姐，先生，有什么可以帮您？
飞机什么时候能起飞？对不起，我们正在等塔台通知。你们再催一下嘛，请他们按时起飞。实在是抱歉，我们刚刚已经催过了，因为在我们前面还有几架飞机，都是国际航班，大家都在排队等候，麻烦您再耐心等一会儿。这儿。可算赶上了，跑得我都岔气儿了。报告指挥长，闪电和天眼已经登机，飞机马上要起飞了。指挥部收到。杨灿，你也在这趟飞机上啊？不认识我了？诗文，好巧啊！你都钢琴家了，我不能追星啊！挤兑我？什么意思啊？60 60 ，We need supply. It's you. 不动，别动！杨灿怎么办？别叫！都给我听着，飞机被劫持了。坐在自己的位置上，把刀给我低下，别动！安静，不许叫！师傅，回来！不许叫，再叫我们就开枪了！别叫！飓风收到。报告指挥长，阿巴斯以及飞机上的乘客已经被劫持。指挥部收到。林主任，到。联系空军，请他们派战斗机支援。是。前方，联系闪电天眼，让他们尽量拖延时间。我已联系空军，请求他们派战斗机支援。迫使飞机在我国境内降落。飓风呼叫闪电和天眼，指挥长命令你们一定要想办法拖延时间。空军的战斗机已经起飞了，配合战斗机迫使恐怖分子劫持的飞机在我国境内降落。Mr. Andrew, China dispatched warplanes to force our flight to land. Give me the Chinese Foreign Affairs Minister. I'm Chang Jian. What? 战斗机离开，不能实施迫降。是。呼叫飓风，战斗机不能实施迫降。为什么？他们的国防部长安德鲁不同意我们的行动方案，认为这么做会伤害到阿巴斯的生命安全。看来现在只有靠天眼和闪电了。是。Whoa! Unbelievable. I didn't expect that you made these plans against us. But will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gree with these? No comment. Hey. You don't like this? Sure, we can talk about something else.
I'd like you to make a phone call. What kind of call? Le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release the leopard. Who do you think I am? I am just someone who ties up all the loose ends. Besides, the Chinese government never has, nor never will, cooperate with terrorists. You can just forget about that daydream. Stop bluffing! I know that you've just signed the anti-terrorism agreement. Call the minister and require them to release the leopard. I'm sure they will take this deal. We will not cooperate with you. Sorry. He's the one to blame. No! You bastard! Sit. Sit. I'm warning you. If you don't make the call, I will kill one hostage in every 5 minutes until you call the Chinese government.沈某首领，我们期待您早日归来。好，再见。是首领的声音，他们答应释放他了。Engine broke down. We are forced to land soon. How could this happen? Huh? What have you done? This is not my fault. It could be the police hit the bats. The forced landing must be done now. We cannot last long depending on one engine. Ah, I got it. Our goal is to rescue the leader. If the plane crashes, the Chinese government will not release him for sure. We must land first and then negotiate with them. Shut up! Don't tell me what to do! Go away!
喂，厉队长，你们商量好了吗？山猫，我们可以马上释放，但前提是，你必须把飞机降下来。我要确保人质的安全，这是我的底线。看来不流点血，你们是不会让步的。我数三个数，如果你再不同意的话，我就杀了部长。一、二。好，我同意。把飞机的降落地点告诉飞行员。我警告你，厉剑锋，别想跟我使什么手段。实话告诉你，飞机上有炸弹。如果你想耍什么花招的话，我立刻炸掉飞机。飓风呼叫天眼，飓风呼叫天眼。天眼收到。机上有炸弹，马上拆除。马上启用防爆犬。是。这下全靠你了，赶紧把炸弹找出来，这关系到飞机上100多号人的命运呢。啊，精神点，别让我失望啊。来，确保首领的安全，小心他们耍花招。头，头，他不见了。谁不见了？刚才飞机起飞前被打死的那个年轻人。怎么可能呢？我也不是他。去，把那两个女的给我逮捕。明白。你把他带进去。起来，起来，走。你起来。干什么？少废话，快点。拿过来。啊，别害怕，我只是想问你几个问题。啊，你是做什么的？我是弹钢琴的。把你的手伸出来，伸出来。这把枪是从他身上搜出来的。说，他在哪儿？不知道。说不说？喂，我是厉剑锋。厉队长，你好。现在飞机被我劫持了。不过飞机上有一名你们的队员失踪了，希望你们帮我找到他。你们的行动不会成功的，我劝你们赶快投降。少废话，现在阿巴斯还有你们的一名女队员加上100多名乘客在我手里，我警告你们不要轻举妄动。社长，900米，风速3/4，偏左1分。射手呼叫飓风，目标已经锁定。明白。你干什么？我们去会会你的男朋友。走。走。
飓风呼叫闪电，天眼正在拆除炸弹，准备行动。上车，快！黑豹，一定要为我祈祷顺利啊！目标即将离开射程，炸弹已拆除，射手开枪，马上击毙目标，闪电控制飞机。Starburst, stay here. Are you okay? Okay, that's all right. Jinji. What? The Mountain Lion died.剑锋，你耍老子！我一定要杀了他。走！我知道你在这儿，乖乖给我出来！你女朋友在我手上。你们两个，去。杨灿，他们过来了，你小心啊！别说话，闭嘴！我知道你是聪明人，我们之间没有仇恨。如果你投降，我们可以谈谈。否则我杀了他！怎么回事？不知道。你去那边，你去那边。是，走。
知道你在哪儿。出来！我的耐心是有限的，我数到三，再不出来，我打死他！杨灿，你千万别出来，别管我！闭嘴！闭嘴！我数了，一、二，别开枪！我出来，别伤害他。把枪放下，把手举起来，放下。去死吧！小文，过来！杨灿，我以为你死了，再见不到你了。没事没事，小文，没事了啊，没事了没事了。是了，黑豹，你又立了大功啊！Everybody out, quickly, go go！ 放枪！耶！天眼，驾驶舱门被锁死，闪电无法进入，你赶快去支援。天眼收到。小文，你赶快离开这儿，我还有任务。你小心点儿。报告，以现在的速度，飞机将在15分钟之后坠毁，地点正好是市中心。大明，让开！呼叫塔台，呼叫塔台，我们已经进入驾驶舱。我是塔台，飞机斜角太大，立即减速，立即减速。大家好，我们是神鹰特战队。现在飞机已经被我们控制了，你们是安全的，请大家不要到处走动，我们会设法让飞机安全着陆。哇！塔台呼叫闪电，飞机离跑道太近，降落有危险，需要爬升，重新降落。爬升？不能爬升，已经没油了。纳米，你面前是油表已经空了，肯定是他们故意把油排空了，想让飞机坠落。呼叫塔台，呼叫塔台，飞机没油了，必须降落。塔台明白，我会指引你降落，请问你来操作。我？不要着急，稳住气，我陪着你听塔台指挥。请塔台指示。好的，现在告诉我飞机的高度。5400英尺，把速度降到200公里。是。速度已经降到200公里，很好。打开自动驾驶仪，自动驾驶仪打开，对准跑道，打开自动降落，自动降落打开，已对准跑道，继续减速，已减速。好，放下起落架，放下起落架。等我找找。我在找，起落架已放下，
怎么进不去了？先生，先生，先生，您醒醒，快点坐下。飓风呼叫闪电，马上抢救伤员，清点现场，组织人员撤离飞机，甄别审查。是。你怎么了？你没事吧？小文，已经没事了。我是罪人。我差点害死你们！什么呀？哎，我们就是干这行的吧？那个时候，我还嘲笑你，说你不唱歌了，去当兵。其实我才是个废物。我们的钢琴家吓着了。走吧，我带你离开这儿。伙计，你立功了，啊？从此，我的心只属于你。